足感谢啦，因为有恁的来参加，咱才有成功的机会，对啊，对啊。咱上课已经啊两天半，足济讲师演讲者，拢咧甲咱灌输咱台湾的法律的地位，应该是大家甲即马演讲真清楚啊。我要来甲综合一摆，过来予大家了解，啊，我拢会用 PowerPoint， 啊是迄个访问的影片，予大家搁较清楚。遮个演讲者甲讲师所讲的，是毋是有实在？安尼搁予恁啊，脑力震荡啊吼，予你感受一下。所以要甲大家讲，秘书长伫遮咧甲咱啊演讲，有精彩啊无啊？实在，我若坐伫后壁咧听，是足精彩。咱会伫遮成立，起码超过三年啊以上啊啦。上头伫第九室五楼，无够用啊！过来即马第二教室，第二教室应该讲换真大，阁无够用啦。今仔日华丽电招迄边阁扩大，甲拍通坐300几个啦。所以要甲大家讲，这个现象，就是因为有恁来参加，家己鼓掌起来，愈来愈侪人，安尼对啊对啊。大家搁提钱家己来上课的呢？恁遮敢有无交钱的？大家拢交钱嘛？我去读李登辉学校国士班。伫高雄开，我若无交钱呢？啊，我第一届才开班，我来啊演讲，我若爱家己交钱呢？我嘛甲大家同款呢。所以这个观念大家就足清楚，来遮的人拢是为着家己的理想，有的为着讲，比如讲政府伫遮较乱，啊，甲咱治国管理拢乌白来啦，所以大家唔只系讲家己自愿交钱。来遮上课，啊来遮学习，目标是啥？我伫学校退休啊，当然我是做甲讲座教授，教授搁起咧一站叫做讲座教授。做到70几岁，上尾啊讲，咱来遮是要安怎？创造着讲，咱的目的，人拢会死啊，对啊对啊。未死以前做较有意义的啦。
大家要有这个观念，要死以前要做好预备。足甘心一寡咱的啊年纪较大诶啊同事，拢来参加我足甘心。所以有恁咱啊台湾足希望诶。所以欢迎大家，啊，即卖就要来甲大家讲，咱来复习一下啦吼，因为时间啊足宝贵个啦。这就是地方政府的总统啦，伊讲中国大陆啊是伊的土地啦，啊，这个咱也足尊敬的，啊，这个牧师啦，伊讲出卖台湾主权啦，所以咱想看卖。那我咧想话讲，因安尼讲，啊，伊都中国人啊，当然，大陆是伊的土地啊。你就要早赶紧回去金门妈祖平潭岛，安尼对唔对啊？安尼比较有效，是不是安尼？台湾甲伊无啥物关系哦，是麦克拉算叫伊来遮，甲咱。暂时管理而已，那片土地判定去向蒋匪侵权了后，无法度好转个，啊，超工要好管理，讲光复节啦，有影光复节啊无？根本乌白讲，好，光复节是啥物？他都阿必须听讲，伊讲叫麦克出来讲，怎啊？六十万的，六百万的啊，比啊，咱日本啊，当时留落来只个本土单人，甲你载去日本去啦。麦克出来讲哪有可能啊？因即马要为了较好管理，伊甲你讲啥？啊，光复节啦，你是我们的同胞啦，我们是不是他的同胞？以前大概，必须叫各位，你离教的，你讲咧谈风战的，那伊阵啊是日本时代，我叫阮老爸叫耳朵上的，叫阮老母叫较长的，阮老母叫啊讲好命啊好命哦，安尼你大家都知，啊我什么人？哦，这一撇要予大家。会足清楚啦，吼、哦，即去大家去回忆啊，吼，啊，当然，即就是讲，即要讲迄个历史，就是咱即张要讲历史，就讲咱那个啊，遐去拜靖国神社啦，即是美国伫即个酒会内底啊。类似伫这个酒会内底啊，吼、哦，咱第一摆酒会上咱两百度，吼、哦，应该这拢有讲过啦，这两百度啦，上咱这两百度，阿妈甲咱讲，讲台湾是美国总统。啊，美国啊，军队要占领着，哦，美国，啊，恁个台湾的土地是住伫遮个啊，这是啥？阿童桥啦，日本皇帝住伫遮啦，啊，上来了后，必须得讲阿你知。所以
当年拢有去做这个动作，咱拢去拜访啊，去靖国神社，啊，甲去啊祝啊天王的生日。今年就是第四年，咱这学员若有兴趣，把握你要创造历史无？你若要创造历史，你就啊来若要创造历史啊，大家就来听啊来。啊，去参加的我的啊，迄、那个叫做来去参加这个访问团啦、啊。好，咱因为叫做这咱吼、哦、按照照片的顺序吼、哦，咱即马要予大家看一个三立的访问，这个啊影片，啊无就拜托。让董卿把咱放下，让大家了解一下。宣传单、报纸广告、透过一叠权力法案上，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他们，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。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，会有那个证书。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但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采内阁制，发下豪语，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我告诉你，所以才有这个机会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州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！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，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？你告诉我。或者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，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，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：谁疯了？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，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，桃园采访报道。啊，好，感谢三立。放一摆尔，唔敢去放。三弟呐，特别甲咱放，啊，就倒啊，离王政府就倒啊，唔敢去放。啊，干一摆，啊，无好你家太去回头啊，有咯。咱过来感谢三弟，但是我要甲三弟讲。伊甲咱讲自制身份证啊，讲啊台湾自己制造的身份证啊是不实的。咱这张是确实是美国制造，啊美国制造。咱是根据什么？咱那美国无咧指导，但无遐好啦。讲家己来发生问题，伊阁甲咱讲，恁着爱成立参议院，恁个啊公民啊台湾啊公民权利法案，应该恁大家有一份，有啊无？找看卖，安尼一份，有啊无？有。咱话无遐好啦。这本啊，早得去，好好啊看，
来发行台湾啊政府身份证，这个是美国做的芯片的身份证。啊，这意思你嘛讲有100块，有300块，大家莫去用骗去啊！咱一张要搁放一个啊影片，予大家看，现身说法。哦，咱即摆啊，过来看咱的成员，咱的同心去美国的时的影片。美景，秘书长，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，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。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杨副杨副过来过来，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要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7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，这不是高沙主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，不是呢。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局制作的，必须定如灰熊肝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，二变成五，难怪我们高沙就说1234也不知道1+1=2，所以真的搞混了，这个流亡政府混到。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经验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，多谢各位。今麦要甲大家讲，安尼，因去用过的人，迄阵啊，拄啊。56期啦，因才去美国得啊，即摆第几期？78期啦，22期啊啦，安尼讲，即张会过。大家回去一定爱甲大家朋友亲戚来讲，来签一张，签一张，你有好处。以后好处足多嘞。头拄仔还未上课，咱个同心在看，你会来去甲问，讲，咱后摆来换正代票的时啊，啊是要安怎换？大家心肝讲，哎呦，啊我夹伫银行的钱会无去啊去？我爱甲大家讲。叫伊先来摕一张啦，一张叫做保身符啦。因为有这张保身符啊，你就是革命化先行者啦。咱流亡政府，伊就讲伊农民啊，要照顾农民啊。咱民政府来执政的时，咱甘愿去照顾咱的先行者，互你想。咱无违法，哪有违法？摕一张，你来换。但是，
那是你的钱哦，你的钱的来源要有哦。袂使讲迄阵啊，你摕一张要换的时啊，你的朋友讲啊，拜托我即摆要搁签一张啊，可怜，排长龙，搁要寄去美国去，头爱个签个一两个月，我即摆我去拜托我只有500万，你去甲换，你借你的身份证去换，这就是啥？那绝对不可以。安尼你清楚无？有这张身份证，你的钱你会使换，你袂使替别人换。你若替别人换，变钱啦，没收啦。咱甲其他的政府无共款，因拢咧讲关系啦，有关系。好，啊，就好办事。因拢要按红包来。你啊，有诶，比如讲啊，我互你加换，我只落偌侪钱，啊，互你赚几成钱啊，红包就会互你。安尼你就该死。我甲你讲，咱绝对。现在。你拜托你遐个亲戚朋友，赶紧来签这张保险符啦！安尼好唔好啊？好。这就是啥？互恁看，这是确实实在嘛。后来，咱这咱看了，即卖就要公家。我拢照片互你，咱个公司应该我拢有讲过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啊拢有讲过。后来咱来看这个之下，一、那个做后备部队啦，后啊就是后勤部司令部啦，就是以前讲联勤总部啦。我有去啊做，迄、那个做审查人员，去啊做委员，去甲审查一个案件。我甲问迄，伊迄拢军官嘛，啊恁这个船型嘛，哪会迄粒飞无去啊？伊甲讲吼，即嘛拢带阶级啦。我那两颗梅花是两颗梅花在船型帽上，啊那是三瓣的，啊是三瓣伫船型帽上。啊即嘛吼，要互这个单位互大家看卖者，互来去拜托。咱这个联勤啊，就是后备司令部撤销的影片，好来。宪兵司令部即将要并入陆军当中，但是在这当中啊，引起为傲的就是宪兵机车连也会被裁撤，但是引起了后备军兵的不满，今天聚集在立法院要求国防部停止整个的裁撤动作。宪兵机车连往往是国庆阅兵最引人注目的队伍，不过在宪兵司令部裁并到陆军后，机车连裁撤，再也见不到宪兵机车队伍的英姿，这可引发国内后备宪兵不满。地军兵、以前是宪兵，三军的国安兵，社会的良民，阿恁吼嫌阮受歹啦，嫌阮受歹，要甲阮删掉，后壁面吼有真侪好意通看，我台南官绝对发动。50台移民车来咱国防部抗争，抗争到底。我不晓得是不是国防部长大概嫌马英九先生的票太多了，啊，把这两个部队消灭掉，那这一票从此以后不要投给马英九。就连宪兵出身的前立委刘文雄都质疑宪兵台设将危及元首安全，这可让国防部官员脸色铁青，因为国防部瘦身台设宪兵在内的三个司令部早已经箭在弦上。大陆地面部队整合后，能够维持指挥与任务的功能整体性，固有的传统能够维持，后线组织亦可延续不坠。官员再三保证宪兵裁撤不影响勤务，但是报告中五位数以及元首身边安全都得靠宪兵，贸然裁撤引发的连锁效应，国防部得谨慎面对。公司新闻全员中将好狠。这样大家清楚嘛吼，咱过来后勤司令部和大家看一下。好、咱这个后勤司令部热头在。
了。不过同样要告别的还有连级司令部以及惊险裁定的青辅会、体委会，连前两天前降下了连勤之旗，而且唱了连勤军歌，大家依依不舍，说这军徽上骆驼象征的忠勤精神并不改变。缓缓降旗，连勤司令部最后一天，连勤之歌这一天最后传唱，官兵难掩不舍。66年来，大家非常努力，我们也牢记，我们永远以连勤的金粉丝为荣为傲。象征时拿骆驼赠画，连勤的军徽，骆驼象征忠勤卓朴。尽管编制走入历史，但骆驼精神永远不变。尤其连勤走过66年头，也发出军方许多创意装备。提供野外求生特殊口粮，还有国军最新移动式厨房野战炊事车，蒸煮炒炸2小时中可以做出四菜一汤一饭，重点是300人份。不止连勤司令部裁聘，2012年底个别的政府机关还有体委会、青辅会面临整并。也特别的谢谢各位同志，包括说总统带来的帮忙，谢谢大家。而在除了陈理贞，交换前还来国民党中常会报告，2012年底体委会、青辅会、连勤等机关完成阶段性任务，走入历史，兑现部会警戒支票。记者新闻陈龙旭李尚平报道。安联会。我要甲大家讲，大家有这个福气，才会来上课啦。恁大家交钱来上课，是不是有这个价值？没有。无，敢恁敢会知讲这个代志？一定唔知嘛。把你敲的嘛，所以我也要跟大家说，他都有说过，我也要交钱来上课的，初级班第一名，高级班第一名，那我都要交钱的。所以我要跟大家叫你那些亲戚50朋友，尤其是年轻的朋友，恁以后要去台湾啊，政府做代志，恁有很长的时间，赶紧来啊嘛！受训，受训了后啊，搁买一本台湾啊，咱讲的就是《新台湾论》，参加进所考试。进所考试就是那个县长考试啦。这考到，咱有发证书哦。啊，高级班有发证书，进所考试不要钱，上过的拢会使来考。啊，考过发证书给你，后摆你就是甲高考及格同款啦。我无遐好考哦，进所考试啊，考出来比格考差不多哦，录取率啊，我。第一摆，我的印象内底，确定啊，只资料予大家看。我的印象内底，120几个去考，才28个通过尔呢。所以，我无遐简单啦，尤其是较少年的。你若要做啊，进所，进所是因讲真大个。官员安尼，阿摆，迄个官拢你咧处理，所以你爱来读这个啊《新台湾论》，哦，阿要予大家啊足清楚，安尼，等于爱赶紧去鼓励，有想要做啊
公务人员，台湾政府公务人员的人爱配合。我少年的时，迄阵啊讲实在免去做兵，啊讲爱去做兵的，啊咱迄阵啊无法度啊，啊去做兵啊，啊咱我讲甲分配去警备总司令部啦，去警备总司令部，甲要讲抽签，我叫伊讲，我若甲你送去金门，我要带一寡册、一寡书来金门遐。好好啊，看一年，回来参加高等课程。啊，我派阮，甲派去台北县军管区，啊，是啊，就是团管区后备司令部啦。我伫台北足近诶，啊，都伫板桥遐。啊，因为你内底啊。刚才我是义官啦，其他拢是常官常兵啦。啊，我分我的宿舍，唔着伊个住个所在，我甲迄个做常官住在一起，所以上下班啦，我着讲，啊，着四点外五点要食饭，啊，着无代志，暗时无代志，我讲好，我利用时间着来一下去正大。啊，机关啊，甲做行政啊，中心过去读书。所以我甲大家少年咧讲，爱家己有目标啦，有目标你就会达成啦。因为我也甲你讲，我为做教做甲教授，搁比别人搁进一级讲座教授。啊，这是啥？即摆目标是啥？要死以前做好意义的啦。所以希望大家爱定一个目标，你要安怎行，要安怎做，为这条路真的去做，100%以后，你就是革命先行者。啊，革命先行者，咱一定。会照顾，吼、哦，这方大家啊清楚，啊嘛会知影。啊，因为即马过来放一个金门的啦，予大家搁较清楚一点。后来，咱请咱董事麻烦。今天军事话题，媒体报道，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。针对有前线中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日胆岛等群岛，为了要发展观光，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，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，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支撑的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等群岛，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，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。撤军基本上来讲，我想现阶段它不成熟，我们开放它，让它看看它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，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，而不是把军队撤掉。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，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？从大二胆撤军，这是非常离谱，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。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。立委说，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，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，但大胆岛、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。小岛的价值啊，其实不是在军事上，最终还是在政治上。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呢，他们晚上都不好睡啊，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。会直接上岛，不是用保存可以完全替代的。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，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。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。身为军事委员会招委林玉芳强调，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文模陈真，台湾台北报道。好，今天军事话题，媒体报道。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，针对有前线中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日胆岛等群岛，为了要发展观光，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
对，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。好，今晚要甲大家讲，秘书长，我有甲大家讲过啊。大家搁能继续搁听谈一下，为什么流亡政府改为募兵？征兵大家乖乖来做，啊来做义工，啊来啊来叫恁创啥物？啊免发偌济钱，啊这足好嘞啊！那要即摆要改为啥？募兵，募兵搁即摆搁一个人爱付偌济，招无人伫咧管。啊！大家唔知有去试这一件代志啊无？秘书长安尼甲咱讲，大家安怎讲？知影诶？伊安怎讲？我们是国民啊，不是公民啊。好，第一好。伊我后来我都补充一个吼，咱去过美国啦，咱。是伊的敌人呢，是毋是啊？啊，伊的敌人哪会讲叫咱去甲效忠伊啊？啊，毋是错乱。咱甲美国讲，美国政府，你家己宣布，恐怖集团三个要件，恐怖集团三个要件，第一个。不是国家，第一个不是国家，不是国家。第二个有武器。啊，第三征兵呐、啊，所以宾拉登他是恐怖集团，所以要甲大家讲，咱去甲。美国讲，袂使甲征兵。你若搁征兵，是毋是秘书长有讲过？大家搁想看卖，对唔对啊？所以足清楚，安尼恁就嘛足了解，吼、哦、啊！这个证明，大家互你啊，我即讲有武器是安怎？迄、那个骂句啊！拢咧提调啊，对无？嘿，就那个讲，你就是恐怖集团啊，啊无你哪有武器啊？所以头拄啊，予大家看诶，这武器，这叫做啥？拢伫伫咧提调啊无？飞机啊，啊即马兵啊车伫路诶咧走，啊无即个啊马虎啊，吼、哦，这足清楚啦吼。哦大家我会了解啦吼，啊，因为时间，咱即摆过来讲着迄个回顾啦，过来回顾一下。迄阵啊，甲午战争的时，台湾是安尼呢，毋是整个台湾呢，日本啊。伊讲甲澎湖啊，台湾澎湖永久割让给啊日本啊帝国，迄阵啊是特殖地尔呢，特殖地甲迄个殖民地都可以割让，伫啊咱迄个国际化拢会使割让啊。啊来，日本。伊为着啊，要统一这个台湾，所以伊啊，一直从北部啊，把它征服高沙部落，所以啊，咱一出电影啊啊，什么电影？赛德克巴。哦，赛德克巴啦，黑就是。就是安尼，他要征服，所以一直打下来，用战
年呢，日本在这边十年才打下来，迄阵啊就是殖民地嘛，啊甲特殖地嘛，可以割让，咱即摆过来想看嘛，迄个马关条马关条约啊。那个奉天就是辽东半岛了，辽东半岛是晚清的发源地，它是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啊，四个国家反对，所以到尾又订一个辽南啊合约，那个啊辽东半岛国姓哦晚清啊叫伊背银两而已啦，这就爱予大家知。佮延伸，伊咧骗咱本土台湾人，讲日本啊实施这个叫做啊明治宪法啦，是愚人节那一天公布的都不算啦。安尼大家毋知听唔过？啊！我讲一句，唔知大家听有无？因为日本的会计年度啊，是四月初开始啦，所以1945年四月初啊，昭和啊天皇下诏是实施日本啊与台湾啊日本啊宪法与台湾，所以台湾终于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伊即马甲你讲光复节啦，即马甲你讲啥？这是愚人节啦，安尼拢要骗啦。讲四月初一发布的拢无算，我咧足奇怪，哪会咧甲你讲这个代志？讲个国家定一个愚人节，想看卖？安尼大家清楚无？一切都无要承认这样，哦。啊！伊咱这是世界上照法律程序一步一步，即马中国人唔敢讲台湾是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以前朱镕基足歹的，伫电视上讲，吼摕军刀武讲，台湾是跟中国是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即马讲。唔敢咧讲啊！即卖遐领导人拢安怎讲？核心利益，什么叫做核心利益？哦，这拢要骗人哦，这拢要骗人哦。啊，什么叫做啊核心利益呢？核心利益，即卖唔敢讲啊，这个要给大家看。接下来2009年12月15号，因为迄阵啊，伊也毋是总书记，伊是副总书记啦。去美国了后，搁去日本啦，要去拜访天皇啦，啊叫日本外务省安排啦，外务省的外交部啦，外交部讲啊，歹势，你要甲阮天皇见面，拢爱。半年前有 appointment， 啊，就是有这個安排啦。所以，歹势，我都是甲你办。伊怎透过美国，叫美国啊安排，啊，我就甲安排这个时间去见啊天皇。去见到天皇，讲中国的经济啊较好过啊。中国的经济较好贵啊，即马想要来买台湾，看天皇有要卖无？啊，若天皇要甲要卖出去，企业签签的，算啥呢？企业买卖是算啥呢？伊这个足巧的啊，啊，再竞争，竞争就安嘛，不可以，因为。但有两个流亡
不能就地安嘛。何妨？战争安啦？祖先迄个不得遗传，这两个来爱去嘞，去到单位就安尼讲。啊，来用买卖可以移转吗？可以的，差不多。所以这个情形，啊，咱哪会知？美国甲咱讲的，啊，无咱哪会知？吼、哦，这要予大家啊了解吼、哦。这就是啊，即卖讲核心利益啊呢，伊即卖讲啊钓鱼台啦，吼、哦，伊在讲钓鱼台。哦，钓鱼台，那咱咧讲是宜兰州的土地啦，宜兰州啦，啊，伊买即马日本有遐大勇气，讲它是它不可分割的领土啊呢，因为咱去拜天王。这支旗啊，咱这支旗啊，拿入去。第二年，咱入去。上头讲，袂杀你哦，感动你。伊遐，咱要入去有两个关卡。第二年要入去讲，袂杀你这支旗啊，袂得你。伊干咱这支会得你尔。啊，到尾啊！派啊，皇宫内底，皇宫讲会使呀，吼、哦，大家足欢喜的。阮啊，入去也一支入去，第二年，搁掠入去，伊搁叫一个建设，讲先头部队啦，咱甲咱先头部队搁掠入去。即马第三年也搁掠入去，安尼。大家看这个很清楚，是安怎这支旗啊入去？很简单，咱这个台湾这个土地就是日本天皇，这依照国际法、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写得很清楚，所以好歹我大家知哦，啊。这就是要跟大家讲，对啊，因的首都伫呾，教育部讲首都在什么？南京啊，教育部你讲啊，首都在南京啊，啊，这就是啥？南京啊，啊都。这是你的王牌，大家去南京去参观看下，就特别清楚。哦，搁看这个，我拢无看到啦。讲无啊，哪有安尼啊？这是啥？这个，车轮牌，你也敢拿出来？世界无生命的啊！啊，因即摆挂这支啦，啊，敢有共款？伊讲叫做啥？创意啦，伊这叫做创意啦。啊，大家去想啦，准伫咧闹炮啦，伊要用这支旗啊，讲啊，你。甲你讲讲，啊，无讲用这支旗啊来代替民政府，伊若要设一个民政府啦，啊无安怎？啊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啊。哦，这恁敢看会到？曾经。各种各地，大家都无看到啊！即马过来吼，这个时间，予大家了解下，吼、哦。啊，这都是啊，美国拢讲好啊，要予因撤退，都是啊，你看。
真的是美国加啊 PRC 安排好啊，今天学袂走，阿伯啦，无这张身份证的人，恁爱过去遐啦，爱过去平潭投票啦，啊无大家来赢一张啦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咱今日要甲报告甲遮啊，感谢大家参加。各位同学，今晚下课啊！谢谢各位同学参与，然后请把椅子靠上，谢谢。